旋律是属于你，我的 beat， 我的走到这里真的很年轻，感觉现在忘记会比较容易，还是说你想要继续走下去，这首后就是为了迎合主流群体们的感受，我能为主人做的独前绝只能靠这里的斗，这首风格的其实比较黑暗比较 underground， 希望我们的风格也能够在地面上行走，一路在走跌跌撞撞拼拼凑凑却从来没有被停留，但我也在担心你那怪属于我们的节奏，这样的调子好像好像爱迷人别走，就是那属于我们的定下安置的策划。Do you like yeah? Do you like yeah? 是这样子